今天我们早餐吃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小朋友们过来看一下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二三。不二三。糕饼。糕饼。不是什么？这个字没有学过，就是它的 logo 好不好？它的商标，他们店里的商标，对，这是不二糕饼。听说这家糕饼店非常的难买哦，很难买哦，而且现在的话，他们店里面已经大排长龙了。去他们家工作，你知道一小时？嗯 ，PT 你知道一小时多少钱吗？200块，很好，嗯。我们再打开一下哦，噔噔噔噔！哎，为什么少一颗？你们谁吃了一颗？我没吃。那就是爸爸了。对，不然应该是6颗的。对，那我们今天早餐就吃这个咯。你没有蛋黄啊？我有蛋黄。有啊，里面一定会有蛋黄啊。你很懂哦，还知道里面有没有蛋黄。噔噔噔噔，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早餐就这个了。来告诉我好不好吃？嗯，第一口的感觉是什么？没味道。没味道，因为你没咬到啊。对呀。对，那你继续咬。为什么你从上面咬？不要掉屑屑。嗯。屑屑不要掉。我吃过。吃过。对，你吃过，对，今年还没吃过呢，那是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吃的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吃到这个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要来了，什么节日要来了？什么节日要来了？不知道。马上又要过中元节，中元节过完就过清明节了，过那个中元节过完，马上过中秋了。中秋节什么时候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，反正你只要知道有这个蛋黄酥吃就对了。来，给我看看里面是包的是什么馅？你知道了什么了？豆沙。豆沙吃完之后中间是什么？蛋黄。蛋黄哦，你最爱吃里面的什么呢？蛋黄。最爱吃里面的蛋黄。豆沙。你最爱吃豆沙。啊。然后呢，吃完觉得如果有点，这边有百香果。今天早餐就这样咯，叫你们不要买面包，你觉得？谢谢。对，你觉得这样满意吗？早餐吃这个好不好？很好。还好。这个不二，这个蛋黄酥是我委托我们店里的客人朋友去买的，因为他在那里上班，所以呢不用排队，你们才吃得到。不然的话今天是吃不到的，因为没有人去排队，我们家根本抽不出人去排队。现在的话他们都已经订单都接满了，现场排还不一定排得到呢。对，超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我也喜欢，台湾的蛋黄酥真的超赞。说了这么多，先吃一口吧。可以，不错。你刚听不会很甜。真会好吧。嗯。我觉得吃甜点一定要配茶，不要太甜了。那香蕉牛奶太甜了，跟它不跟这个不搭。草莓牛奶。嗯。你们吃蛋黄酥都喜欢配什么呢？嗯。你这太甜了，你没办法配。还蛮很香哎，很好吃。爸爸去我家的过年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买过这个蛋黄酥，还是买了老婆饼啊？我忘记了。
他那时候第一次去外婆家的时候，有带东西给外婆他们吃，有带饭手里，但是我忘记了他带了，他应该好像带的是老婆饼吧。外婆说老婆饼也很好吃，应该他没有买这个，因为那时候台中还没有开不二家这个店。不二家好像是在哪里啊？高雄吗？他总店在哪？有效日期只有七天。很健康的东西。妈妈，哎，你看老公鸡跟蜈蚣是不是？好吃吗？哇，你在看这里的什么？天哪，你吃的也太……为什么你蛋黄留到最后，其他都没了？最好吃，最好吃的留到最后是不是？嗯，蛋黄好吃。天哪，你好特别哦。妈妈，嗯哼，有蟹蟹，我要。我跟你说了，这个吃就是拿来装蟹蟹的，这里掉到处都是。嗯，给我全部捡起来。扔掉，吃干净，看看不要浪费。吃啊，全部吃掉啊！哦，不然呢？吃这个蛋黄。嗯，好吃吗？嗯。可以把它搓成蛋蛋。最好吃的一定留到最后，是不是？你真的不愧是一个吃货，一位高阶的吃货。有人会跟他一样把最好吃的蛋黄留到最后吗？是不是？嗯，我也有。咸的蛋黄配上了甜的豆沙，重口感真的是超级无敌赞。还吃什么早餐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这就很满足啊。我还这么大块，真的像太阳一样，像太阳一样哦。所以你是把太阳一口吃掉了？嗯，橘色的太阳。嗯哼，你吃完了？嗯，还剩一根芝士。嗯，不行，我要吃一块水果。没有茶，我需要一杯热，需要一杯热茶。我茶壶会泡茶，太甜了。会泡茶，很简单，就是热水。拜托你靠近一点，都会滴到桌子。没有啊，没有吃过，你去拿个碗来，好不好？还剩最后一些，干了。好，我吃饱了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嗯，好，那丢哪里？啊？丢哪里？丢哪里？丢你嘴巴里。真的像大小姐一样。听到没有？今天的任务是把顶楼上的衣服晒了，然后呢，房间地板擦了，其他的我就不管你们了。听到了吗？天哪，配上百香果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吃完了不二家的蛋黄酥，再吃百香果，来，让我给你表情来个特写。嗯，吃。
好吃吗？不酸哦。你为什么吃百香果会咬？你再吃个看看。真的有咬啊，你！你为什么你在咬它的籽哦？吃百香果还可以咬它的籽哦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咬的是超咬，那也太厉害了吧！你试试看啊！哇、哦，好酸！但是真的是很解甜的腻耶，你再吃一口，你自己吃一口，好吃吗？天哪，我酸到到现在还在吞口水。我没了。无法，太厉害了。下次买更酸的、哦。嗯、这个不酸。这个不酸？嗯、你没有骗我？你觉得很酸哎、欸？我就没有骗人啦，我不会骗人。哦，好，你再吃一口看看。哎，你几点去上课？那你到了点你再叫我好吧。然后我要一口吃。好，你一口闷。哇塞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就知道你喜欢吃百香果，所以我才跟那个姐姐买了。好了，拜拜，跟大家拜拜。做了，这首歌送给你，开始。哎呦。